不行，我交错了。那你以后事业要不要好好经营？要。所以你的机器是不是要洗干净？要。你知不知道导演组为了你的清洁行为，在你拍摄之前前前后后总共起码洗了六次澡？有。为什么你洗澡连鸡鸡包皮都不会翻起来洗呢？打手用不到。你打手枪用不到吗？用得到。那你跟我讲什么屁话？以后会，你知道怎么洗了吗？知道。怎么洗？要先翻开来洗。那屁股呢？一样一样。嘎吱窝呢？有洗。牙齿呢？有。很体贴，是不是教导你前面怎么做？嗯。他帮你吹吗？有有有。他真的很猛欸，有洗六次，有洗六次。什么什么六次？有洗了六次，对。对，我说你洗，我说你在开拍前洗了几次澡？六次。为什么？因为平常没有在洗那个地方。那个，我们的超能局齁，其实应该要送你一瓶，